原创李寒雪，他一我养你。他在手机屏幕上点下这三个字发送给他，他不确定他会怎样回复。他的脸庞被屏幕蓝光映衬着，他胡子有些拉碴，他的领带有些松垮。他摘下眼镜仰靠在沙发上，他或许是出于情欲的本能，他竟有些疲惫。二，我可以吻你吗？他对着正在认真看电影的他脱口而出。他不确定他是否拒绝他无心看电影，他觉得他侧面唇的线条美极了。他们坐在诺大影院的最后一排，他吸动了一下喉结，他反过他的脸颊，他竟有些冲动。三，鱼上钩吧。他提醒第一次钓鱼，有些兴奋的他觉得与他独处真好。他告诉他钓鱼是孤独的，他在教他如何抛竿，他在教他如何判断鱼咬钩。他们话语不多却不尴尬，他看着他天真的笑容，他竟有些迷恋他。一，你去养别人吧。他按下发送键回复网络那端的他，他和所有条件好的姑娘一样傲娇，他皮肤有些白皙，他秀发有些柔顺。他躺在床上望着黑暗中的天花板，他有些心烦意乱。他也许只是出于对轻浮时代信任的试探，他竟有些失落。二，不要。他有些羞涩的回答他的要求，他确实羞涩。他依旧盯着影院超大屏幕的画面，他是近视眼，影片里面的人物是模糊的。他不经意间侧脸窥视他，他发现他的镜片起了一层雾，他主动伸手覆盖他的手，他竟有些激动。三，哇，真的有鱼！他像孩子般兴奋的叫出声，他把鱼线交给他取鱼，他看他手法娴熟地把鱼扔进渔网，他觉得他捻鱼饵像捏橡皮泥一样有趣。他发现他认真而又专注，他发现其貌不扬的他有些魅力。他说不知道钓鱼有什么乐趣，他竟有些沦陷。他和他一，我不会再联系你，你下去吧。他在扯内吐出一口烟，低声说道，确定吗？他望向公交车站台旁一对吵架的夫妻，是的。他眼神有些空洞，他不再看他，确定吗？他重复地问道。他不等他回答，拿着他的手机摔向车外。他一直愠怒地看着有些陌生的他，他与他对视。他下车捡回手机，你伤透了我。他盯着手机屏幕的裂痕依旧低声道，他下车把车门关得很响，他头也不回迈着优雅的步子消失在他的视线。他打开手机显示凌晨12点，车内依旧单曲循环播放着他喜欢的那首你还要我怎样。他不知道自己是否懊恼亦或惋惜，他竟有些虚空感。他下车的那一刻有些想妥协，但傲娇的资本使他头也不回。他不知道他是富二代，他也不知道他是企业老总，他永远不知道他反常的举动是对理性的选择自由，是他和他默契的共识。